你看我忘记干嘛啊？我要干什么？你看我忘记干什么了？哦，天线了，对，信号。我忘记干嘛？因为你说干嘛、啊？我说你在干嘛？为什么突然就停了？妈妈出现了。你说不会滑倒啊？人家轮子有保养啊。这里都不用没，这里都没事了。
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要导出个谜语啊！你要回家？啊！你在那边停就好，停到这里，然后不小心这一趟水就。